得了一场大病，就是可能大家有的都知道，这个病呢就叫做红斑狼疮。这种病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，几乎是得这种病的人能够活下来的人很少很少。这老太太真是囤到家了，这是给我姑娘的。
这是捡我姑娘朋友的，这是我姑娘给我买，说妈妈你穿这个，咱家养那个小长毛猫爱掉毛，这个它不爱粘毛，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给我买的，所以他们都说我这个人就从来不知道为自己想点什么。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，你们可别笑。他也有什么业，他该了，他也得了。